华和朱丽倩，女儿 Hanny 在两周的吉隆坡之行后作业搭飞机返回香港。以往一家三口出门，为避免太过引人注目，刘德华都是跟朱丽倩分开行动。这次不仅是一家三口齐出发，还一起下的飞机。为了保证安全，刘德华一早请了四名保镖在机场等候，随身的还有三个保姆、两个保镖以及一个女助手。刚下飞机的刘德华黑衣黑裤，戴着鸭舌帽口罩遮面，朱丽倩同样戴着口罩，也一身简单装扮，跟在刘德华身后。五岁半的 Hanny 留起了长发，被保姆抱着，大眼睛高鼻梁都跟妈妈朱丽倩越来越像。被媒体抓拍到撩头发的她，可谓是可爱迷人的小妖精本尊了。一行人火速出闸， Hanny 随即下地牵着爸爸走，一直蹦蹦跳跳，很是兴奋。这次的大马之行足足动用了四个行李车，满满当当装了17件行李，可谓收获颇丰。据悉，刘德华与朱丽倩2012年产下一女。刘德华此前一直采取各种措施以防